指挥官，我们的位置暴露了。两小时前，一支联邦的大规模攻击部队到达安提加主心，并在我们的防御区内建立了基地。Arturus Minsk 正准备召开会议。你好，我知道你们都很担心联邦的攻击部队，但首先我们有一个更严峻的问题。我们的数据磁盘中并不是什么武器设计图，凯瑞克中尉会解释一切的。你们都知道，联邦有一个针对有灵能天赋的人类的项目，将他们训练成幽灵。管理这个项目的人发现，异虫会被幽灵发出的灵能信号所吸引。这么说，异虫是为你而来的，亲爱的。越来越有意思了。闭嘴。联邦围绕幽灵和异虫进行了大量的秘密研究。我们偷走的一块拼图虽小，但却相当重要。这是一个跨平台灵能发射器，这个发射器可以广播幽灵的意识特征波，但是量级要大得多。这玩意儿能跨星球传播。联邦利用这些灵能发射器将异虫引诱到各大隔离区。指挥官，你的移民地马萨拉就是其中之一。你说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其实异虫是联邦开发的秘密武器，而你们都是联邦武器实验的对象。正如几十年前他们用核武器摧毁可哈一样，如今他们又想利用这些异虫来消灭其他的对手，但这一次却不会有人分开了。谁能想到这些异星生物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呢？不会的，他们只会像英雄一样在最后关头出现并消灭这些异虫。是时候让他们付出代价了。我知道该怎么办。凯瑞根中尉将前往联邦基地放置一个发射器，指挥官，你负责为他提供护卫。等异虫到达，他们会帮我们突破障碍，然后我们就可以逃离了。现在行动起来吧。我此事还有些疑问，阿克图尔斯，我只是觉得没有人活该受到异虫的侵害。我知道你对这件事的个人感想，但你不能让你的过去蒙蔽了你的判断。执行你的命令，中尉。是，长官。凯瑞的中尉报道。这是我的手机，和我的想法一致。有什么事吗？有什么事吗？我听见了。收到，和我的想法一致。这是我的手机。F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我听见了。正在遭受攻击。待命中，我们得走了。我想干点什么。指挥官，出色无比。基地遭到攻击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你好啊，指挥官。明白了。什么事，长官 ？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收到了，长官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请传授指令。基地遭到瓦斯不足。请传授指令。待命中。报道，马上，长官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收到，总部。收到了，长官。指挥官，炮火轰鸣。中尉报道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马上，长官。附属建筑完成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
议收到。明白了，今日再到的就是长官。待命处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想要说什么？有命令吗，长官？研发命令已收到。你想干什么？长官？啊？已收到您的图像信号。我想干点什么。上上上！出色无比，长官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指挥官，炮火轰鸣。已收到您的图像信号。我想干点什么。出色无比，上上上！我们得走了。出色无比，准备就绪。建筑完成，马上，长官。报告，命令已收到。附属建筑完成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什么事，长官？
在遭受攻击。任务完成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任务完成。不足。明白了。马上，长官。明白了。报道。什么事，长官？任务完成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附属建筑完成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准备出动。收到。目的地是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明白了。目的地是。请传属。收到了，长官。是的，我正在路上。请下令，长官。正在进行。很乐意这么做，长官。马上，长官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请下令，长官。正在进行。明白了。什么事，长官？报道。收到。格利亚已启动。需要更多补给站。什么事，长官？有命令吗，长官？收到。经费不足。命令已收到。什么事，长官？什么事，长官？收到。指明目标。任务完成。请下令，长官。准备出击。任务完成。请下令，长官。很乐意这么做，长官。频道已打开。任务完成，长官。没问题。收到。报告。
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来拯救人类，我们的责任重大，容不得半点差池。